又飞，那边还有一只烂猫。是，烂猫，烂猫，烂。花空一张，好笑。花头上骑乘。我的柿子从这个树根有没有？哦，我刚就想这样子、啊。有了，啊，骑上去了。好，还我精彩重播、哦。我刚那个要上 highlight， 非常的。看，都是酱油膏惹的祸。我叫你加海神吧。我操嘞！我们那头头风好可怕。怎么？我们那边都那头风。是是是是。好，他自己下来。我们那头风。卡谁？哎，晃了。捡个石头，是黄啊，但是好红了。他的天在那边，然后呢？然后就倒了。耶，换海边了。终于啊，这个换海。哇！咦？飘的还比走的慢，是。哦，可以提早放你。汤姆克鲁斯，怎么 ID 越来越猛了、啊？为什么会越来越猛？不行啊，这边明明就没有开团。飞啦！我的滑空没了。哎呀！他投死的。我滑空，可是我不能飞他的风。啊！我要去了。哎，他是不是一直弹我，像磨刀啊？哎！啊！你自己播，你自己播，你自己播，你自己播。想好好的磨刀也不行，不给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哎呦晃了，哎呀，他到底要催我几次啊？我跟你动作好像，哎呦，是要撞我几次？我就是知道他要撞你，我才不起来了。是啊，撞。有人丢我灭龙石，我看到了。哎，破头了吗？还没啊，那一直叫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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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了。有了闪光弹吗？有哎、欸。啊，头了！你看我换过来，你就换回去。啊？是。没有。睡眠中死亡。还没睡成就去了。安详，他只是安详的睡，有什么错？一样的。后龙鳞，后龙鳞。钢爪，钢爪。钢脚有啦。有。根据他。雅吉拉。看，帮我打，要帮我打这边，挖到的时候还不爽，我会挖到啊，你等下就有了，好，应该吧，不要靠近我，你们怪人，屁股着火，卡成电会。
噔噔噔噔。哎呦，这个数字是什么？刚交一个，不要刚交。刚交只有一个。太隆数。报酬我也只拿到一个钢角，没拿到半个。好，钢龙的打完了。继续打，钢角这么缺。对啊。还要打什么？打别的、啊。都行。还要打啥？快！我接下来就剩巨魔的。那就巨魔。啊！开局。开局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小蜜蜂。小。什么小蜜蜂？青龙。他现在变大蜜蜂了。报告，嗯，调查报告。如果不是力战严飞的话，还有，都是挖的，都是 water， 有，都是水，那个瘴气的骨头跟鹿珊瑚的骨头都行，可以啊，你就接超级啊，他知道他叫的是元飞，然后顺便挖骨头。好，上吧。是啊，等我下。是哦，我说是吗？哦，连自己都江荒地几等？还在六等吗？六，嗯，刚六。哦，记得不要锁。嗯，我想到我缺什么了。那我叫荒地的金狮子啊，准备就好了。是啊，我缺土沙龙啊，我力战土沙龙没打过啊。好的，你们可以叫。叫啊，都叫。我打到土沙叫。好，叫。好。那叫。怎么会有巧克力加醋啦？干，好难吃哦！醋也是巧克力加醋，你出的主意啦！等下，这 ID 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在读取，没看到。啊，我看一下，大，我看到了。箱子也来了，汤姆克土司才干嘛一根24 HR， 他好新哦，一看就是买新游戏的。刚才我进来的那两个也是新的，不行 啊， 啊，箱子这个名字太普通了。箱子是我干爹，你想怎样？不行啊，前面那个名字都这么冲击，那你 RTT 就很冲击吗？他进来就 low 掉了。给我去换名字哦，箱子。你放尊重，人家是有给我钱的哦。哎、欸，我没给，所以我比较嚣张。好，所以请你放尊重一点。顺、欸、便炸我吗？好了，再来一个。我要啊！哎呀，来不及了。乞丐耶！你们不是还有第二次？乞丐大剑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是不是？我们去另外一边。敢吃糖果让你呛到吗？好。可是比较像糖果，怎么像？玩错了。没死。哎，我没扣血。我没扣血。你是不是有力量之爪那些要拔掉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没有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你们刚刚两个为什么可以那个？不知道。啊，你看。对啊，为什么？算了算了，我有力量之爪、啊，没有。哎、欸，
有人补我一个爆头。他猫的分享数啊，可以分享爆头。有没有再一个爆头给我、啊？所以是打元飞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再施舍一个爆头啊？好，我马上来，我马上来，我换个冲就来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次。跟变。啊，不然我大家看，跟变感觉还是我调到什么？刚才我快捷放爆桶，然后爆桶没了之后，他第一个，哎、欸，这样就有了，为什么？我没事啊。为什么你有扣一血？我打，那我箱子跑了，箱子。你那么呛人。哎、欸，可以、欸。呛、啊、为什么我没有？你们打我，我没有死啊，到底？不是我看你死了、啊，我看你死了、啊，没有刚刚啦、啊。哦，第一次啦。我说你们打爆炸的时候我没有死、啊。可是我刚打你的时候有扣血。那一点点而已，完全没扣。对，可是我完全没有扣。你们会挥到人呐、啊，挥到人顺便就不会扣了。还是要站在里面。那個、我觉得挥到人也有可能呢、欸。很、欸、有可能。因为那瞬间会有算无敌判定，所以要先叫什么？元飞啊！元飞，好，了解。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？哦，那个爆桶没了，然后要在按爆桶的时候，它会自己制作，然后它制作的预设居然是大火药金鱼鳞片。水哦，水哦，我觉得这不好。吉娃娃小狗这个 ID 很废，怎么越来越多人、啊？干你屁事哦！真的是我想看很棒的 ID 嘛，真是。你说，比如说什么什么妹妹吗？没有啊，像刚刚那个汤姆克吐司，我就觉得很棒啊。我也觉得那个不错。克吐司，我叫一下元飞。比鲨鱼好听，是好听。我的名次又降了，那个烂龙人会不会、啊？你说创想？但是，不过第一名跟最后一名还是一样的，完全一模一样。严飞，然后叫到皇帝。你要干什么？Go！ 怎么越来越多人了啦？粉红猪，佩佩猪。哎、欸，有毛鸡耶、欸！哦，不，没有。哪里有毛鸡？山坡。山坡上面野花多。普通的吗？山坡上面。讽刺我。抓毛鸡吧。哎、欸，靠腰。抓到搬运仪啦。可以啊，一定还会有吧。没有，他跑掉了。他刚探头完了。我刚刚就是在探头的时候抓，可是没抓准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天气也变化太快了吧？是哪一国的清晨啊？来了。微微一笑很倾城啊，怎么地上有一个爆桶呢、啊、我先铲一个等分进来。我到了、哎、我到了。好，那我要铲珠子咯。好。哎呀没铲成，哎有铲成。铲出来。铲的真好！你刚刚说珠子哦？掉落物珠子。好好、哦。哎、欸，可以把它赶走一点吗？毛吉出不来了啦。带走啦！你不走是不是？哎、我走。我去看另外一边。我走。然后它开大了。走了。真的假的？开大了。我补，哎、欸，这个位置好，不用怕了。我的位置很不好。
不是啊，你们要在我补得到的地方啊，尤其是那 H 什么 T 的，怎么补不到你啊？很强，不要怕。啊！你看我虫子刚打了106耶。啊，是要走远一点没啦，抓不到啦。他在这边，我嘛无法躲啊。有啊，躲啊躲啊，你看。你把你的飓风带走啦。我不要。我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。好，去看另外一边。这是我放羊的毛巾。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，好烫。哪里烫啊？骗人！你骗人！你看我的血，满的、啊。我看他的血。我突然发现我没有人中武器可以帮我软化哎、欸，血。那我去换啊。没关系啊，你就继续投。你就上面抓他的脸啊，就算他的生气。对啊，你可以拍三下，然后软化他的脸。拍三下，然后第四下软化就一定是软化。我就不要撞墙了。拍三下完，第四下一定是软化。应该说，你拍三下之后，下一次软化一定是软化，所以你可以拍三下撞墙，然后一次软化。有听懂吗？感觉没动怎么办？不是，我都拍三下撞墙了，那我就不能软化了。那第四下就可以软化啦。他倒地之后，他倒地之后可以软。哦，他倒地之后骑他。对。可是这样是掉落物啊。不是不是，用爪子。软化。用爪子抓他脸。对，人家江江都听懂，你怎么会听不懂？他生气的时候。我第一次用爪子抓他脸，然后撞墙，这样子也不会算软化、啊。没有，要拍三下。然后我拍三下撞墙啊，他就是生气啦、啊。啊，对啊，然后你再上去把他软化啊，又没有叫你撞第二次。不是，我没有要撞第二次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在我第一次轻武器第一次攻击一定是掉落物啊。啊，不还会软化啊？不是，所以是一刻出发呀。你轻武器，你上去第一次是掉落物嘛？你再上去一次就是软化啦。这个你应该知道吧？哎，我知道。对吧？啊，另外一个就是用爪子软化。如果你不想要上去两次的话。哦，所以连上两次，我就算不撞他也算就对了。嗯，对啊。哦，那我懂了。这离墙壁位置，哦，他倒了。有时候不小心抓一抓，然后怎么软化了？对啊，我只是在帮你敷脸。应该带水虫哦。可以装。I know， 但是它离墙壁太远了。I know。我啥？我在墙壁边呢。我来了。他有的学家来找我了。所以这样子一次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要拍脸啊！不跟讲，从头到尾是讲拍脸。你听去哪里了？再次。然后现在就可以软了。有啦，我软到他脸了，我刚戳到一半他就软了。哦。我已经帮。我是说爪攻击，我不是说抓上去而已。哦，所以一定要拍一次，最少都要拍一次。你就拍到他软了。对啊。拍到他软。对啊。所以拍三次才会软。我都是拍三次啦，拍三次撞墙，然后再抓他脸。软化就直接软了。OK。你真的懂 ？OK。懂啊。那好，复习那附送一次，怎么软？射击真的很废。没有很多，就是有轻武器的单机鞋啊，就只能这样子射击啊。怪我看那些大佬要直接拍三次，让他生气，原来是要软化。对啊。然后口水印子也是从这边学来的啊。
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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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抓四次，然后加一个武器攻击，武器攻击，走路有风，讲话落风，大舌头，驼，老脆了吗？我谁？我大。已经呛哦，呛啊！我刚听你们讲那个，我已经呛一半了。太大了，很不友善啊！秀秀！哇，他直接把我的转身一张耗完。奇怪，我有风压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就那一阵了。外面有苍蝇啊！外面有苍蝇啊！谁要抓苍蝇？苍蝇，我来了。苍蝇还好吧？啊，没中。你为什么要跟我抢？对不起。我有说刚好没人，我就接上去。啊，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跟我抢？我不答了。我以为我上的是两次都是已经上去了，第二个人上来跟我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啊、我以为我跟你上去是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方向也会一起下来啊，不是吗？不会啊，对了对了，是不得上。是不是要大了？嗯，是啦。啊，躺在火里。舒爽吧！干！来，过来！哦哦 ，shit！ 我刚刚不见了。我的亲姑总又不见了，跑哪去了？啊、我的亲姑咧，我要给你的亲姑，亲姑离你而去，道具袋啊，我亲姑吃完了哦，这场这么不满足的哦，很渴望，哎呦，抓你的脸！可以装，给你，交给你了。不要，我不装。我要在后面当咸鱼就好了。哎，喂。
的颜面是不是有一点滋润啊？我以为是失调。好像其实只要抓一下，再加一个武器就好了、欸。开大拳！哎、欸，他这次怎么这么喜欢开大拳？啊！哇！哎，来不及！帮你们吃了，自己死！什么来不及？我帮你吃哎、欸！不是，我是说补完就去了，我还没讲完。我后刚把他转到生命大粉尘那里。嗯，他你有听到吗？他没有设快捷。嗯啊。孙博士吃回来。过来，不要过来。甩手手可以撞啦，石头会影响猎虫的攻击力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只会影响持续时间啊。哦呼哦呼哒哒哒哒哒噔噔，哎、欸，上啊，来不及，哎、欸、啊，他转弯了，他想干嘛？灭龙石的时间好短、啊，很短啊，粘着石最长吧，我记得。他没掉粘着石，哼，好，直接开大。哦哦，我吃，啊，又被弹到。哎、欸，我躺着，我躺着。哦哦，再见！哎呀，我这个疯狂飞扑还想躺啊！我起来之后挡了六下，然后我就被烧死。唯一支持飞扑啊！哎呀死了！嘿嘿嘿嘿！银火？咦？哦？啊！你是你也挺看看啊？挖吧，没有，我只是帮你们挖而已。我来啦！睡。我就是仔细看才发现这里蚂蚁好多，超多大一种的蚂蚁多，跟我家大一种比你家还多是不是？应该是我家比较多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。我来了。
现好的一个一个古董种。我回头看了一下，反正实况突然闪到自己眼睛，闪到自己眼睛，看，我说炮筒突然爆炸、啊，超级一瞬间大闪光、欸，哎，吓死我了！而且也太延迟了吧，我都在跑回来的路上，你成分太爆。哒哒哒哒哒！哎呀，大哥，啊，哦，哦，哦，哎，我尊重哦。包容，哎，没说到。优先，包容一下。哎呀呀！半个四个字的东西都没有。我也没。什么四个字的？大林卖鱼。哦。你这边爬上去有巨大古董。好、oh. 欸。哦、oh, 看到了。它颜色很像。要看到一节一节的才知道是骨头。对啊。把你的虫虫举高高，可以叫个屠杀来打啊！打完就去挖那个哪里陆山湖的矿啊，还是古种？哎、欸，古种，都挖陆山湖的古种跟瘴气的古种，瘴气不用帮忙，因为我是要最低的。不是，还是帮你挖，他搞不好是最高的了。哦，有我有哦，好的好的，哦对，真的，他现在是最高的。所以我说那个屠杀呢？你等他一下哦。来了来了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哇，天气变好了呢。你是怕冰吗？怕水。玩。跟雷吧。玩呢？对，怕水。一样是有泥巴状态的，不是吗？没有泥巴怕水，没泥巴怕火。那你带火吧。太两极化了吧！
是我的泥巴。我到了。切土杂龙的尾巴。有可爱的水妖鸟哎、欸。开始了，我中水鼠了，救我！哦，啊、超虫棍第六名哎、欸，这么前面哦，这个垃圾武器。哎、欸，没什么，没事。我这个烤窑拿到光虫，我要这个了。为什么？好吗？好了。直接开始。我尾巴帮我洗个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洗掉了，洗掉了。谢谢。哎、欸，他头没洗掉啊，洗掉了，洗掉了。哎、欸，还有手，手。啊，干净点，干净点。还有哪里没洗？我点多嘞。哎、欸，没打过，王冠壳。不是，我就是今天发现一个惊叹号，我才说要来打这只。粘着石。哎呀，油亮油亮。嗯，晕了。哦，我要被龙了。哎、欸，还没龙到我。欸